诸位同学，请看《无尽光菩萨记诵》第八首，所转妙法轮，法心无差别，一语一真理，演说诸法相。这首偈在前面跟诸位啊说过很多啊，后面这个两句还没有讲到啊，这是大乘佛法啊，古德了为我们介绍佛法。世尊在经上也说过啊，经这个佛经有五种人数，除佛之外有佛弟子数，有仙人数，还有变化人数。由此可知，佛是相当开明的啊，决定不是假啊，只有佛说的才算是佛经，其他人算说的就不算，佛没有这种说法。但是除佛之外，其他人说呢，要得到佛的印证。佛用什么印证呢？这佛家所谓的是法印啊，小乘有三法印啊，这个三法印呢，就是无常。无我涅槃，他所说的与这个宗旨相应，佛承认，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嘛。佛说的称为经呢，他说的当然也可以称为经。大乘法呢，只有一法印，就是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一语一实理啊，这个实理就是实相，事实真相。所以无论是什么人说，只要他说的是事实真相，那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啊，就叫佛经啊。你们想想看的时候，这释迦牟尼佛是多么开明的一个人，多么值得人敬爱啊，值得人佩服。啊，一丝毫那一种啊高慢的习气都没有。啊，只要你说的是事实真相。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了，乃至于大圣大贤啊，他们所讲的是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通得称为佛经啊。
他能说得出，当然他都是觉悟的人，决定不是迷惑的人。啊，换一句话说，那都是佛菩萨了，我们是肉眼凡夫看不出来啊。啊，诸佛如来清楚。啊，所以古时候就有人说，孔老夫子算不算是佛菩萨？老子算不算是佛菩萨？啊，孟子、庄子算不算是佛菩萨？佛门里面那些祖师大德们听到都点头啊。看看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教诲，与大乘经上讲的没有差别啊。我们从前也曾经啊，以同样的问题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说得很好，在理上讲，确实是菩萨。啊，佛我们不敢说，菩萨是肯定的。啊，那么也许是佛菩萨应化到中国来。以这种身份来应化，理上决定讲得通，但是在事上呢，没有凭据。啊，事实上没有证据，理上能讲得通啊？如果是个通达的人，理上通了，事上也就没有问题了，不必怀疑，不必争执了。所以大乘法了一于一十理，啊，实就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的真理啊，言说诸法相，这是随众生不同的根性，说出许许多多的法门，说出许许多多的经论。啊，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同一一个实理，同一一个发心。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呢？为什么说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你都证得了呢？这答案不都在此地吗？啊，一经通，什么叫通？证到实理。一个法门通，那个通的标准是什么？是证得法性。啊，那么这就是说，一门深入，要深到什么程度呢？一定要深到啊。证得法性，见到实相，这个时候你就通了。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你没有见性，修行没有见性，学教没有明理，你不够深度啊！这个时候，
还是一门深入的好。啊，有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改学别的法门，那就麻烦了。这个地方功快用到差不多了，他换一个。换一个等于说全功尽弃啊，像我们做井一样啊，我们打一口深水井，已经打到相当程度了，距离这个水源也很接近了啊，还是看不到水，算了算了，另外地方再去打啊，打了几十口井的时候没有水，其实水已经离你很近了。世间许许多多的人不懂这个道理，没有耐心啊，所以修行正果要那么长的时间啊，这长时间都浪费在你常常更换法门上，这是错误啊。不晓得一门深入啊，不相信佛的话了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教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的，不相信这句话了啊！你常常换法门，你的亏就吃大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依照哪个经典修学都好啊，那么选择经典最重要的，与自己的这个根性相应啊，怎么知道与自己根性相应呢？第一个是你对这个经典生欢喜心，第二个呢是你对这个经典呢容易理解啊，有条件有缘分，这就容易啊。如果你选择这个法门感觉到有困难，与你生活条件不能很适应，这个就是与自己的根性呢不相应了。佛为末法时期众生选择，知道佛晓得现在的社会啊，人们生活逐渐趋向啊工业化了啊，工业化的生活呢就产生竞争了，所以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自然呢都紧张起来了，这个都是病呢。不是正常啊，在这个状况之下，生活闲暇的时间、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么换一句话是，对佛法的修学也不例外，要求说金钱省时间啊，省精力，容易修学，所以佛才给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呢，净宗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法门快速简单容易稳当。
只要肯死心塌地修学，万修万人去啊。佛讲啊，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一个重要的正上缘呢，顿轮尽分，贤邪存成，老师念佛，彼生净土。这些经宗经典跟教学也是依于一实力。不论像中国现在所讲的你有没有文化也就是你有没有读过书，你认不认识字都没有关系，都能学得成功只要老实。诸位要晓得，顿轮尽分，贤邪存成的，这是老实的标准啊。这八个字做不到啊，你不老实啊。老实人没念过书，没学过，他这八个字做到。老实人孝顺父母，老实人尊敬长辈，尊敬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从内心里头尊敬佩服老人长辈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说话，老实人是真听的，真的顺从老实人的福啊！我们看底下一首。佛以圆满因，善明真实理，随其解差别，现无尽法门。这个总共这个七首偈，内容非常好把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里头的教学你看这么简单他说的这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如果有人问我们大乘法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幕后这个四首偈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这个十六句就是大乘法的内容不仅释迦牟尼佛如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为众生说大乘呢，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那么这就大乘法。幕后这一首是原因
能说能教啊。啊，佛以圆满音，圆满的含义深了，没有一丝毫欠缺。这个大乘经上常常赞叹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们要问，佛以一音而说法，什么叫一音？你懂得吗？学佛人对于这些名相的意义不能错会啊。这个一音就是一心发出来的音，我们凡夫这个音不是一音啊。为什么呢？凡夫音从哪里发出来的？从实心里就发出来的，实心是生灭心呐。啊，我们的音声呢，是从我们的妄想发出来的，妄念无量无边呐，我们的音是无量无边音呐。啊，众生当然就很难理解了。佛是一心，佛没有妄念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真诚心。真诚到极处啊，他所说出来的音是叫一音，叫圆满音啊，唯一真诚。中国古人有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佛门还有个典故，僧公说法了，万石点头。那是什么呢？真诚到极处。你看看，不但是人呢，石头。听了啊，他就点头。这叫一音说法了。哎，众生随类各得解。啊，换一句话说，你是不是真诚心？所以人要是用真心，用至诚，你与一切众生沟通，言语也好，没有言语也好，自自然然他有感应啊。我们现在人讲的默契，啊，慧心，这个心与心通了，这个道理
是真的，我们要懂，要细心体会，要学习。我们学习的还不到，那是什么呢？我们的真诚心不够。时时刻刻，我们的烦恼习气会现行，现行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可怕就怕在这里啊！烦恼习气现行，自己知道，开始觉悟了。知道啊，他就改正过来了。烦恼习气现行，自己不知道，永远不知道改过。原因在这里。改正过来，就是向佛道啊。改不过来，是轮回道啊。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不改怎么行呢？祖师大德了，无一不教我们从根本改啊。根本改第一个就是把虚伪改成真实。务必要懂得，我对佛菩萨真实，我对善知识真实，我对其他的人那何必呢？你这是不是真改过来？没有，你里头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你不平等啊！真正改过来，华严经上说得好，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我对待佛菩萨用这个心，我对待所有一切众生用同样的心，这你真改过来了。你还有差等，我对这个恭敬，对那个我可以不在乎，你一丝毫恭敬心都没有，你那个种恭敬是假的，是虚伪的，是谄媚巴结，你没有诚意呀！用在事法，你能蒙蔽一时，你不能蒙蔽十宗。到哪一天被揭穿了，你的灾难就来了。事法尚且如此，那怎么能用在佛法上呢？所以佛法是一味真诚啊！不论别人怎么对我，我用真诚心待人，我学佛修行人对于误会我的人，毁谤我的人，陷害我的人，都感恩了。为什么呢？我们以一味真诚心向他，他这种对我的恶行恶行，消我业障啊。我对他特别感激。
世间人起心动念，无不是损人利己。这些人所做的呢，是损己利人。我们怎么能不干净？啊，你看佛经上，恶意向道德人，那个罪过特别重啊。啊，道德之人，因他的恶意相待，背憎诛心，这个恶意向道德之人，问问他有没有罪过呢？他有罪过，罪过是性罪呀，因为他的心不善了。但是虽然有罪业，他也有一份福报，为什么呢？他帮助道德人提升境界，提升道德，因此他也有福。他罪受完了之后，他的福报现前，他要先受苦报，然后这个福报就是他将来学佛的善根福德因缘。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谤佛、骂佛，像这个上一次阿富汗那个佛像被炸掉，那个恶意毁佛，给诸位说，他都种了善根呐。为什么呢？阿赖耶识里头，佛的印象印得很深很深。他做的是我事，悟性做我事，必定是我受果报。恶报受完了之后，阿赖耶识里这个佛的善根种子成熟，将来他还是佛弟子，他还会学佛。这个里头真妙啊！但是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受苦报啊！这是事实啊。这个世间诸法了，世间一些事业实在不可思议啊！你要说哪个是哪个非，哪个是祸哪个是福，实在讲很难讲啊。老子说得好啊，祸里面有福，福里面有祸，这个话讲的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老子能说得出这个话，佛菩萨再来的。这是大彻大悟人见到的事实真相啊！
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觉察得到的。中国有这样的圣人，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也有啊。这就跟《华严经》相应了。毗卢遮那佛，无时无处而不在呀！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教化一切愚迷众生，教化的方式再多，总不除法心无差别，一愚一舍离。这是总的原理原则。那个方法就是这个两句，佛以圆满因善明真实理，不但有因因生，而且现现象因为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我们选择圆通。圆通呢，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哪一种方法能够帮助现前众生圆满通达？这个圆满通达了，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彻大悟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说明娑婆世界众生六根的作用是耳根作用最圆满。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给娑婆世界众生缘分这么深？我们的根性相同，就显得特别有缘分真正是家家观世音呢，户户阿弥陀佛。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佛对这个地方的众生是用圆满因，对另外一个世界呢，可能用圆满色。众生根性不一样所以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介绍《大方广佛华严》是这个说法。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同的众生，这句话是合的。像我们在经上读到相继国
啊，相继如来。如果在相继国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呢，这一句一定是佛以圆满位，就不是圆满音了。啊，有相继国的众生呢，六根里头舌根最利，他舌一长，就完全明了通达了。啊，所以相继国那个法会很热闹啊，他那个法会不是像我们讲经听众的大会，他那个法会是宴会，啊，是请吃饭的。啊，相继如来办了很多好菜，哎，一吃了就开悟了，妙不可言呐。这说明这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众生呢，六根聪利啊，并不完全一样。啊，所以在我们娑婆世界是佛意圆满印。哎，善名真舍利。如果在相继国呢，那佛以圆满位，善名真舍利是很妙啊。佛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啊。下面两句啊，那就是说明法门无量无尽。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随其解差别。啊，众生善根根性不相等。啊，经里面说法往往是用归纳法。把一切众生的根性呢归纳为三等，啊，上中下三等。其实大家都明了何止三等啊！啊，我们以最明显的这个形象来观察，现在这个学校教育，啊，幼稚园教育这是一等。小学又是一等，啊，初中又是一等，高中又是一等，啊，大学又是一等，研究所又是一等，你就晓得这个里头差别多大。啊，每一等里头还分很多等，啊，幼稚园里头有大班、中班、小班，就又分三等了。啊，小学从一年到级到六年级，又分了六等了。你就晓得，每一等里头啊，都很复杂，不是单纯的。所以佛分三等行啊，啊，上中下三等，上等里头。由上中下三等，啊，那就变成九等。九等里头每一等呢，又由上中下三等。你这样才了解佛说法的真实意义啊。那么这上中下三等呢，实际上讲的是无量的差别。同样这一部华严经，我们三个人读，三个人的解就不一样，三个人的体会就不相同啊。那我们在此地讲解，把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出来供养大家，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荧光幕前面听，
你们听的所领受所理解的也是各个不相同啊。一部经你就晓得这个华严经里面讲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你从这些地方能领会到这个意思啊。这一部经展开了无量经啊，无量无边的经，要是通了的话呢，是一部经，一个发心，一个真实，就是前面讲的发心无差别，一语一真理，一实理。所以佛对一切不同众生啊，我们讲最明显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亲近他的人有多少？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在现代，发心弘护正法，无论你是担任弘法还是担任护法，你每一天接触广大群众，人数很多啊，每一年累积下来就更多。如果你能够护持10年、20年、30年，你接触的人不少啊，这些人的根性个个不相同。我们凡夫能力智慧薄弱，对于这一切众生的根性只能猜测一个大概，不能完全了解。佛菩萨心地清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话就是佛菩萨没有时空维持的障碍，他能看到这个过，这个众生过去时能看到他过去世的过去世，也能看到这个人的未来时，那这样说来，人是不是有续命的？是不是有定业呢？对的，人确实有叙事有定义。叙事定义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力，这个业力主宰了你。所以未来还没有来，为什么佛能看得出你的未来？
我们不说佛吧，我们讲了凡四训。孔先生为什么能把了凡先生未来的命运算得那么准确？这什么原因？这是他知道你过去是造作的业因呐，你将来的果报是一定这个趋势。佛法了解这其中所依然的道理，命是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自己造当然自己可以转。学佛的人还开悟了，悟个什么？悟了转自己的命运呢。那我们也是这个命转了的时候，那再遇到孔老先生算的时候，他算得准算不准呢？还是算得准。孔老先生算的时候是算你某一个时候算的命，你必然是这个结果如果过了一个时期了，你自己转过来的时候，哎，再给你算一算出来，哎，你的命运的时候又是怎样怎样怎样，跟前面所说的不一样了。如果他在云谷禅师遇到之后，他要是发心做那么多善事，再遇到孔老先生，孔老先生说：“你某年中进士，某年生个儿子，你某年在哪里做官，跟从前讲的不一样啊，还是受命运主宰呀。”这个命运天天什么？你天天造作这些善业恶业，就每一天有加减乘除啊。你这个基本素质呢，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你造善事，加乘；你造恶业呢，减除了。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命运有没有呢？有，但是不是定业。一般人呢，他为什么被人家算得那么准呢？他每一天加减乘除的幅度很小，不大，离他这个水平线呢，虽然有升有降呢，幅度不大，所以这相当准确。要像袁了凡那个人，我常常讲经说他叫标准凡夫。为什么呢？他善恶都不做了，善恶都不做，那就永远保持这个水平了，一点起伏都没有。我叫他做标准凡夫。我们从这些地方如果真正体会得，你细心观察这个世间现代人的福报，实实在在说呢，都超过古人但是他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善呢，现在众生的福报是减是除天天减天天除，还有这么大的福报，
你就想想他的福报是多大。减了一半，减掉三分之二了，还是那么大的福报。在这一个大时代啊，社会动荡不安呐、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大福报的人呐、啊，那个福报是无量劫累积的，不可思议。可惜他没有遇到善知识，他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他要晓得事实真相。那他的福报享受不尽了。所以佛说法是随众生的解差别，说无量无边法门。好，现在时间到了。